翻命理师、风水师有他的第六感，但我个人推论年运的时候，譬如2023是紫微斗数贪狼星化忌，你永远都贪狼星化忌，每一年只有我听了20年。以前给他们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不准。后来给他们算了之后才发现，是真的不准。去嘴说明吧，没有没有，老师其实是准，但老师有时候节目上太效果，他私底下算的时候其实是 OK， 是听得进去的。蛇马羊，大旺啊！名字比人还好啊！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。张伟忠老师，主持人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对，平安喜乐。我们来看看他算到底有哪些神机，来看一下，来，你有什么神预言来着？来哈，在2022年的时候，我就预言宪哥哈，本身那时候预言他，包括我说他一定身体健康的问题跌倒，包括他2023会当外公，完全都命中，真的假的？他认为我是他的心灵捕手。也是他御用的小国师哦，就宪哥讲的，有证人，他兄弟在那边有证，有真的，宪哥直接跟我讲说他是他的心灵捕手，但常常漏接啊。我听到那一嗓，你跟我说两次。有一次我看宪哥特别到他家去问他事情，我真的那一天我也在，我真的有吓到。宪哥是真的问他很多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我也曾经预言过这林志玲会闪婚，包括3年内会当妈妈。哇，翻命理师、风水师有他的第六感，但我个人推论年运的时候，譬如2023是紫微斗数贪狼星化忌，你永远都贪狼星化忌，每一年只有我听了20年，那是预言贪狼星化忌，所以你们认为他准还不准？不是，他们准了，当然不要永远贪狼星化忌，不是算命的吗？2023贪狼化忌，贪狼代表桃色纠纷不断，所以 Me Too 事件层出不穷。那2024是太阳化忌，太阳代表政治。不稳定，交通事故频传，男人生命有危险，这男人因为太阳代表男生，生女比生儿子多，眼睛疾病会恶化，太阳，然后太阳代表中心，代表比干，比干不中心的代表叛变或改朝换代，或是全球国际的政局不稳定，大概这几个重点。以前给他们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不准。后来给他们算了之后才发现，是真的不准。去嘴说明吧，没有，老师其实是准的，但老师有时候节目上太效果，他私底下算的时候其实是 OK， 是听得进去的。曾经这个詹老师就在节目上啊赐给我2个名字，我觉得很棒。大家先听听看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还堪用，但是他也是讲很多啊，就是叫做悟空，哦，这好，算比他好好啊，你属龙啊，你属龙，那个悟有心啊，心有口啊，口有的东西吃啊，空有个穴啊，这个龙有这个窝，对，这个名字很大好，但是有一个比这个名字更高分的，今天就赐给你。好吧，以后你就用这个名字，我觉得很棒，在演艺圈走跳，不得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对，这个名字就叫做鸡爪，鸡爪，谁会叫鸡爪？你呀，鸡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鸡爪，很好哎，对啊，老师为什么叫鸡爪？而且大家都记得。对啊，我先解释一下吧，属龙爱吃肉，物是不是带个心？对，心为肉，龙有肉吃，物带一个口，龙有龙宫。对，而且还是无，对呀，我吃啊，空是带一个穴，龙又有穴，再加一个宫，宫是土的意思，土土相生，大旺，哎，真的，很好听。它这个鸡爪的鸡，鸡是不是凤？对，龙飞凤舞，左右逢源，人脉好，姻缘可成。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不是一个大？对，大地鸡，对啊，大地鸡爪，老虎变大 ，OK 哈？对，然后它本身属龙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龙变大，又有暗藏贵人。很棒，是不是？鸡爪，你们听过五爪金龙、四爪金龙，帝王之相，是龙有爪，对，虎有爪，虎有爪，对，一定会有大好运，这个动作大好运，金红水火土，金木水，火，这五行开运，我很惨哎，通告费很少哎。你不要觉得这名字不 OK， 你看你为什么不改？你到现在，说不定你改得很好。其实我后来有在想，如果当初改，会不会现在不一样？不是，因为你还年轻，下改还有救。你可以，那我们两个名字名字对啊。啊，他想什么生肖？马，马对不对？字是自己的字对不对？志气的志，志气的志，马属火，字带土，火土相生。
很好啊。心四点又是火，这个字相当好。有强是不是带个弓？对，又带个虫，嗯，代表蛇，蛇马羊，大旺啊！哇，名字比人还好啊！天啊，那我嘞？啊，生肖方便讲吗？狗，狗，狗为土，嗯，可中带火，火土相生，嗯，可中带口，狗有窝，安居乐业。哇哇，这个立立可立的漂亮美丽立的很好，立为鹿，鹿。代表福禄寿，钱财可期哇！而且这个带出头嘛，狗有出头，一鸣惊人。出头哇！但是立带个比比赛的比，比中带两个匕首，身体健康要小心。哦，太累了。对，那钱可以汇到姓詹的朋友。谁洗啊？谁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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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